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个我们的新同仁冯野，他在扫地的时候呢，捡到了一块钱，那我就鼓励他可以捐给这个财团法人若祖尔教育基金会。好，捐吧，感谢你。好，如果说你扫地再扫到钱的话，麻烦你再多捐一些。好，目前已经累积一块钱了，感谢你，好人一生平安。好，继续扫到钱，希望可以扫到百元大钞。拜拜。百元的就15找你，不要这样。哦，好好好，我知道了。等一下，真的有人掉钱。